最近台湾国天气温度过高，为多爱经济安全性的天使，也跟监管基金会讨论平管照，就系统的高温管法机制，开放平管照本也都加入入去了了，特别进行的热天的比较渗透，呼吁记得莫今天都不安全性的环境当中。日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站长未来了两个寒暑节要做热天的防晒渗透，降低体温度按高按协调的脑部空气流通的幅度，尽量莫体松住，日头按热加下体脑部发烫。我袂轻易啦吼，感谢咧基金会这边吼，又不能离岸乘凉啊。当感谢基金会又安尼提防，我本来就好来休。休息。桃园平安站表示，只有微服铺的统计，前日到今已经有八个商人因这热伤害去本城上看。一下银行基金会桃园平安站为启动三胎批出管法机制，除提提介入风险图，银行桃园站每提供签时的批出微数，减少其他地体内部发生物件事情。因为现在这个热中暑在路上热晕的状况越来越多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，就是说像无家可归的好无家者、贫穷人士，这些没有地方去，而他真的觉得他身体有感到不适，欢迎来我们平安站求助。日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表示，站内除了提供水以外，还卡有水本人洗身脚、还有临时避风所的功能。加上热天二至四十礼拜，拜五送租由医护人员维系，怕热天二诊，希望事故让市民的空间，怎唔会有热伤害？客家新闻罗安塔桃园报道。